担任我在那个学校初任的一个家长会长，一年的
合作非常的愉快。我们秀雪会长哦，冰雪聪明啊，不是只有照顾我们学校，邻近的国小啊、国中啊，真的是只要有哪里有需要帮忙，我们秀雪会长就会出现在哪里。啊，刚刚黄仁真校长讲说，家长会长常常在学校出现，我也要讲一句话，家长会长哦，出不出现不重要，但是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要出现。我们秀雪会长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好。我们在这边哦，感谢我们的秀雪会长，也给我们秀雪会长一个感谢的掌声。好，我们秀雪会长，谢谢我们秀雪会长。那也非常开心，大家可以共聚一堂，为我们龙潭区的子弟来努力。啊，龙潭以五万国中来说，学区真的孩子比较需要帮忙。也希望在座各位的好朋友有机会到我们学校走走，给我们学校多一点协助，多一点关爱。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的钟校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高远国小林市长林校长，我们支持我们的掌声欢迎林校长。好，我们的主力还有我们的长官，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家长会的所有的伙伴，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高原国小校长林志展。高原国小可能不是龙潭最大的学校，可是肯定是最漂亮的学校。我们的吴东恒会长可能不是龙潭最有钱的会长，但是一定是最热心最棒的我们学校的会长。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六个学校一起举办联合的会长交接，很高兴认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希望呢在大家的支持帮忙之下，我们高原国小和其他学校一起携手努力，也会办得越来越好，让我们小朋友快快乐乐的成长，而且非常学到非常非常多东西。这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林志长林校长，我们刚刚几句话也非常的感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龙兴国小校长张定贵张校长，我们支持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教育局的主秘啊，还有我们民意代表啊，各位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贵客云集哈，我想大家都在叙旧当中哈，不便讲太多，因为我们的邮政社会长，他也是教育文化家长协会的理事长，所以他身兼多职哈，一向热心教育。那么讲太多会被他骂，我已经被他骂好久了。在龙兴国小历任的会长里面哈，那么我们都非常感恩，尤其这个游会长，他带龙兴国小已经三下三上哈，第三度来担任会长，好，非常感谢。那当然我们卸任的林文光林会长也是对你教育非常的热心的协助。那么今天祝福大家，在会长的这样子的交接愉快的典礼当中哈，那么祝大家用餐愉快，心想事成，健康快乐，谢谢。谢谢我们龙兴国小张定贵张校长。那么最后啊，我们要把最漂亮的压轴在最后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用一个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武汉国小张念芬张校长，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武汉国小特别辛苦啊，他们位置特别远，来欢迎校长。我们亲爱的主任好，有所有的在座的委员、议座以及教育伙伴们，还有在座所有的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武汉国小校长张念芬啊，非常荣幸今年八月份派任到龙潭的武汉国小了。在这里跟龙潭结缘，发觉
我非常喜欢龙潭这个地区哦。我想今天的晚会，今天我们邮政修会长举办的这个联合的交接典礼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哦。除了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共同联谊之外，另外所有的六校，我们都希望能够本着教育共好的精神哦，让所有的这些龙潭的学区手心的手，心连的心，共同为我们的龙潭的子弟共同努力，为我们的这些教育共同打拼。那希望所有在座的伙伴们，还有我们的教育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能够共同为我们龙潭的子弟教育而努力。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协助，谢谢。理事长后任会长罗明慧赞助礼。